刚刚买咗咧一支17.5人民币嘅充电螺丝批，睇下有啲咩嘢。咁咧就应该系 USB 充电嘅。正常的功能都有啦，咁就呢个顺转啦，针，我仲有个功能咧，就系亦都带有 LED。17.5的价钱呢就真的不知道怎样做出来了。看看个同心率，可能有少少摆动，唔知系个批嘴问题啊，佢本身个摆动。似系批嘴问题。但系即系咁嘅价钱呢，就基本上就系无敌噶啦。国内咧就系免运费添，充电咧就系用 USB。有弹着。充完电咧就应该系绿色或者系熄灯嘅，呢个要充完先知。咁20唔使嘅批咧，以前就真系不能想象。呢一支旧嘅咧，就是一间连锁店卖，个型号咧我 check 过就同 Panasonic 一样，个分别就系咧。而家呢一只系冇嗰个力度去改变嗰个扭力嘅，呢一个咧系有扭力嗰个转环嘅，可以改变个扭力。不过就用嘅时候咧，感觉上分别唔系好大，因为。呢啲系3.7V 嘅电批啦，嗰个力度嚟讲大极都有限。但系咧，即系如果你话揸嘅时候，呢个咧比较幼身，呢个设计其实系比较好。到今日咧，就 Panasonic 都仲有一只类似咁样嘅电批系出紧嘅。呢一只咧。嘅型咧就比較現代化啲，咁一樣可以咧，可以係曲尺型或者係直身，用起上嚟咧就如果計起上嚟咧，大家速度都差唔多。感覺上仲快少少啫。外壳啊、做工等等，都唔觉得系真系好廉价嘅货嚟嘅。咁呢啲粗用嘅话咧，真系抵用。因为呢一支旧呢支咧，
買嘅時候，雖然係有成十零年前買嘅，但係呢個買嘅時候咧，都要過百元嘅。